胖公公，公公胖。这间很多名人来朝圣，对对对，像五月天啊，哦，五月天，阿信啊，周杰伦啊，周杰伦天王。那我们请龙姐稍微弹一小段可以吗？我很久没弹了，哇，那我弹小蜜蜂可以吗？等一下再。小街大明星的观众朋友大家好，现在是我们的过年特辑，叫做等等要吃啥。我们今天请到我们的大明星龙千玉，欢迎我们龙姐，欢迎欢迎。娱乐新闻的好朋友们大家好，先在这里跟大家说恭喜发财，新年快乐，今年是龙年，祝福大家龙年行大运。耶、yeah, ！我们也祝福观众朋友还有龙姐哦，龙中探大金。没错，但是龙姐，我们今天来是有任务的哦。我们的任务是要问你说，等等要吃啥？要吃啥是不是？对呀，那问我就对了哈。龙姐，这里是你的地盘吧？这是仁爱路圆环，对不对？不敢说是我的地盘了，不过这一家店我从小吃到大。好几十年的历史了，可以说是目前呢我们欧式正宗西餐呢最老的西餐厅。我们现在事不宜迟，我们马上前进出发 ，Go！ 欢迎光临，耶、yeah, ！我们赶快进去看一下，哇！来，天后龙千玉钦点的老牌西餐厅，走进门一眼望去，欧风装潢，许多摆设还有桌椅也都是老古董，真有回到60年前穿越时空的感觉。很多念旧的客人就爱来这吃饭聊天找回忆，而中午是一整排自助餐任你吃到饱，晚上则是吃排餐。但是我们今天特别介绍这个地方，是龙姐除了爱吃这里的菜之外，这里对你来说已经有太多太多的回忆。什么样的日子会来这边吃呢？像有朋友过生日，或者有南部的朋友、国外的朋友来，我都会带他们来这边，因为这边气氛很好，然后又是正宗的排餐，然后又有很不错的红酒，那我就觉得真的是宾至如归啊。其实他的菜很多样，我都超爱的，可是我发现这个呢，它是非常道地的德国猪脚哦， oh. 我介绍朋友吃呢，那每个人来以后也都会必点。对，你看它的酸菜哦，它的酸菜哦没有很酸，就是感觉你好像去到德国吃的很道地的德国菜一样。Oh. 对，这个好像也蛮适合大家过年的时候吃，因为过年会有、啊、大家会有一道菜是卤卡口。对哦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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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哎，这也是这种年菜，过年的时候也可以来这边。对哦，对哦，你看。啊，那是不是很漂亮？好漂亮哦！而且这外皮感觉是酥脆的，它是脆的，它外皮是脆的，然后里面的肉呢是很 juicy， 然后很弹牙哦。他们这个洋葱汤呢是用生洋葱去炒的，而且要熬那个骨的汤哦，要熬8个钟头以上。哇，熬8个钟头。对，是。而且这里晚上是不是还有 special？ 对，有人弹钢琴。哦，有人弹钢琴。对，然后我曾经有一个晚上在这边，也是带朋友来这边庆生啊。然后我听了大概那个钢琴老师啊，弹了8遍的、哦、8遍 Happy Birthday to you, Happy Birthday to you。 对，那我们请龙姐稍微弹一小段可以吗？我很久没弹了，我那我弹小蜜蜂可以吗？等一下再一次。很厉害，还是很厉害，还是。但是他的声音好漂亮哦。对，他音色很好，因为他都一直有在保养，对对，有在调音。这个应该也有30-40年了。50年了。50年了，这个请50年了。Oh my god！ 全省西餐厅哦，最最古老的一部钢琴，一架钢琴，对对对。老钢琴加上老装潢、老朋友，还有不变的老味道。龙千玉也加码爆料，来这里有一个大八卦，就是曾和张秀清一起骗王瑞霞夺下餐厅抽奖活动，成为沾美之星，能免费吃到饱。结果王瑞霞惜家带眷，饱餐一顿，要结账后才知道被骗，一问张秀清还被亏，这把年纪竟然相信这种事。之后虽然 keep 但也成为姐妹
互相吐槽的往事，而龙姐每次来到这还会巧遇许多大明星。这间很多名人来朝圣，对对 对, 对，像五月天啊，哦，五月天，阿信啊，周杰伦啊，周杰伦的天王啊，哎，真的是大咖，哎，对呀，啊。有一件事我觉得很有趣，听说龙姐只要一通电话，这里再满都订得到位。欸，你说以后大家电话位都来找我，怎么样？但是我们今天好像本来也是没位置。对，今天本来是没位置。三立娱乐新闻给我很大的面子啦。报道。三立新闻网的所有的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我是奶哥，我是徐乃麟。我是小 S， 我是吴光，我是波比天后王彩华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吴宗宪，我是三立吴珊如，我是李婷，我是王静，我是潘若迪潘老师。大家好，我是余祥全。大家好，我是柔柔。这个新的一年马上就要开始了，祝三立新闻网的朋友们，祝各位三立新闻网的观众朋友们，祝三立新闻网的观众朋友们龙年天天开心，天天开心，开心天天笑开心笑，心想事成，幸福满满，新年快乐，祝大家新年快乐，龙年行大运，龙年行大运，身体壮如龙，祝大家龙年行大运，龙年行大运，越来越好，身体健康，顺顺利利，龙和你开，龙和你欢喜，龙和你大发财，祝大家龙年行大运，好运滚滚来，新年快乐，而且希望大家都笑得合不拢嘴，龙光焕发，好运龙中来，我的爱龙和你，祝大家好运龙中来，祝福大家天天开心，天天快乐，欣欣向荣，生意兴隆，龙飞凤舞，像一条龙，你龙我龙，今年会红，心态健康，万事如虹，全家可以和乐融融，希望大家每天都可以龙心大悦，生龙活虎，龙年行大运，恭喜发财。你想在山里看到我吗？今年有可能，我比哟，爱你哦，赞啦！